苏三五战斗机是在苏二七基础上研制的深度改进型单座双发超机动性多用途战斗机。1996年，三架量产机规格的苏三五交付空军战斗研究中心，以服役开展实战克木的试验，至此宣告苏三五战斗机正式投入量产阶段。由于在升级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四代战机的技术和理念，苏三五 BM 战斗机在第三代战斗机中表现出更强的综合作战效能。兵器面面观，苏霍伊的侧卫家族之苏三五战斗机正在播出。苏三五战斗机，绰号超侧卫，职业战斗机，生日1988年6月，服役时间2014年，必杀技对抗隐形飞机。苏三五是苏二七家族中最强型战斗机。苏三五改进了苏二七航电系统的很多不足，整体性能有了很大加强。苏三五作为三代战机，却能和四代战斗机相抗衡，且作战效能不相上下。苏三五战斗机于1983年开始研制，1996年正式投入量产阶段。另外，苏三五在雷达预警方面有了质的飞跃。雷达预警的原理是识别照射过来的雷达波信号，只有能够识别足够多的雷达波信号，才能做到有效预警。在这方面，苏三五与苏二七有着巨大的差别。苏二七只能识别6种雷达波信号，但是到了苏三五能识别128种。苏二七只能在被敌机锁定的时候发出警告，这是因为苏二七预警系统能够识别的雷达波段有限，而苏三五能识别雷达搜索工况的波段，就是只要对方雷达开机，自己进入了对方雷达搜索区域就能发出提示。苏霍伊设计局对苏三五战斗机的厚望不仅体现在航电设备的改装方面，他们还为苏三五战斗机换装了推力更大的发动机，以求增加飞机的推重比。由于新飞机在飞行测试中表现得更为灵活，原有的飞控系统难以控制新的气动布局带来的更复杂的飞行姿态，苏霍伊设计局重新编写了电传操控系统的指令程序，最终使得苏三五战斗机的飞行性能全面超越了苏二七。1996年，三架量产机规格的苏三五交付空军战术研究中心，以服役的方式开展实战克木的试验，至此宣告苏三五战斗机正式投入量产阶段。苏三五的卖点呢，肯定就是整体的性能要比苏三零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大家都知道它装了117S 发动机，推力更大，而且也有矢量的控制系统。对，尤其是它的这个雪豹的这个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非常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很强。飞行速度快，载弹量大，而且还是有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认为就是这个苏三五在国际市场上它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在非隐形战斗机当中的就是各方面能力都突出的这么一个平台。而且现在看这个苏三五好像还有了更新的改变，改变就是过去咱们看的是单座的，单座，现在改成了双座了。但是我认为苏三五还是单座的更好一点，因为它还是注重这种空中的战斗能力。它是空优嘛。对，而且过去苏二七的时候就是单座嘛，后来为了多功能到苏三零成了双座。
部队在换装一个新飞机的时候特别强调有没有同型教练机。为什么呢？就是我教员带飞的时候同型机带飞你很快，我光嘴跟你说这飞机有什么操纵特点说不清。要做到的是那个教练机和真正作战飞机的无缝衔接。他教员带着学员飞他两趟，马上全明白了。对，然后这个学员放单飞会来得非常快，就是帮带，传帮带就手把手告诉你，看这飞机这个速度的时候，哗一下会怎么样？你这时候杆掰的猛一点没事儿。那个时候他特别容易就把这个操作特点和一些应注意的事项全都给你说得清，而学员领会的也特别快，所以改装训练的时候特别希望有同型双座机。那就这苏三五其实是更多的是可以当做教练机来用，双座吧？只要双座就一定起到教练作用。教练作用对于一个新飞行员飞这种飞机的时候，它可以加快你的掌握的进度。苏霍伊设计局不仅极力推动苏三五的外貌，同时也在进一步改进苏三五的性能。2008年2月19日，苏三五 BM 进行了55分钟首飞。在首飞的过程中，飞行员还测试了发动机性能，并做了一些高难度的飞行动作。随着苏三五 BM 战斗机逐步成熟，俄罗斯航空工业也在发生着质的转变。苏三五 BM 跟标准的苏二七 S 气动布局类似，垂尾改回苏二七标准的切角状，而且由于后视雷达技术的改进，尾锥体积也有所减小。苏三五 BM 取消了前翼设计，但空中机动性却毫不逊色于压翼布局的苏三五，而且取消前翼后，全机雷达反射截面积也大大减少。苏三五这款战斗机啊，性能确实非常的全面。这个既是有这个空优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夺取制空权能力很强，雷达看得远，导弹打得也远。另外一个呢，其实它的这种多任务的执行能力也很强，地面精准轰炸或者说对海目标打击完全都没有问题。而且按照俄罗斯的这个划载标准，因为它是按照五代机的划载标准，它对于苏三五的定位，它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4++。或者说无限接近于这个五代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按照我们的划载标准，它可能就是一个3++，就是无限接近于四代机的水平。战斗机划载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按俄罗斯的说法呢，就是我上了一个新技术，我就划一代。上新技术，咱们说还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快的，所以它的代就划的比别人都多。中国的划载方法呢，是着眼于这个战斗机的作战能力的一个本质的提升。就你也有个质的飞跃，实现原理的不一样。哎，那么按照中国战斗机的话，作战能力有没有提高？作战能力没有本质的提高，认为就是一代。所以按中国的话法呢，就是第一代米格十五进入喷气式亚音速，然后航炮为主空战，基本都是缠斗这个方式的。到第二代的时候呢，一个就是基本上马数到二，极端的到三。但是它的空战方式还是一样，原因呢就是导弹武器还不成熟，还是用航炮为主，以用航炮为主，那就是目视空战。所以这个第二代中间飞机特别多，包括米格19、F100， 包括 F105、F104 和米格21，也包括米格23变后掠翼，它还是马克数二，还是用航炮。这时候开始有导弹了，但是导弹命中率特别低，基本都在10%。甚至还低。那等于说第二代机就是在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导弹武器，增加导弹武器，但导弹武器效率很差，所以还是以航炮为主的。但是它的追求的方式呢是飞得高飞得快，对，它能够超音速飞行了，能超音了、这一代都能超音了。最起码像米格十九和 F100 是将将超音，或我们叫跨音速飞行，大概马数在 1.4-1.5 这个水平。那就是到了三代机，是在二代机的基础上，对，又增加了空中格斗、超视距空战，对，
然后同时呢，这一代飞机的导弹性能提高了，提升了，对，它导弹的命中概率超过了50%了。这个时候实战当中几次局部战争空战，导弹的战果第一次超过了航炮。三代战机的最核心的是导弹武器，它的主要武器不是航炮了，又能缠斗还使导弹。对，这个时候进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导弹空战的一个时代开始了。当然最开始呢还是红外的。那到了第四代机就比第三代机多了一个隐身功能。第四代机的时候最主要其实也是一个战争前因。他就到了海湾战争的时候发现空战中用雷达制导的超视距导弹攻击战果超过了红外制导的近距格斗战果。也就是说未来空战将以超视距为主要方式。那么他就想了一个，我让你超视距只能我打你，你不能打我怎么办呢？隐身。我隐身。我一把这个隐身做到以后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你看我看得近，我看你看得远，我可以先打你，打了你我走了，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那么这个四代机的空战理念就是以雷达制导的超视距空战为主，以超视距的中程导弹为主要武器，同时最重要的一条飞机隐身。那么为了实现这些，它增加了什么超音速巡航，增加了超机动，增加了这个一体化的这个航电设备，还有就是对维护要求，号称 5S， 其实 5S 中间这个第四代最重要的性能就是隐身，就是雷达反射平面缩小 RCS 那个数缩小，甚至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能够得上隐身战机的指标，你的雷达反射面一定小于1平米，你如果大于1平米，那你就跟三代机一样。其实呢，那它现在就看出来了，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的划分就是一代喷气式，二代超音导弹，然后可以超音速，对，三代是高机动，高机动，对，三代还是大量的使用导弹，对，然后四代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隐身，增加了一个超音速巡航。俄罗斯在隐身技术领域的研究也从一方面代表了未来隐身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现阶段隐身战机介入战场以后，苏三五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进行对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苏三五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种100%的隐身化的需求，可能后续呢会采取一些技术手段，让它的雷达反射信号降低。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外形和气动布局来看，我认为是没有考虑到隐形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那个有这么几个探索的不同路子，像俄罗斯吧，他就提出来一个等离子体隐身。对，我听说过这个，它是低温等离子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的东西，因为你飞机在飞，尤其超音速的时候，表面温度多高啊？对，啊，然后它还是低温等离子隐身。这个东西怎么生产？而且低温，低温你得有制冷设备，你得有制冷，制冷就得要电，你这个飞机怎么装这么多？我觉得，尤其是它这个等离子体，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一个原子，它的外层电子如果飞了剥离，那么它就成个离子了，就是它本身在正电了。这个等离子体一般情况都是在高温燃烧的火焰中出现。这高温燃烧的火焰出现是怎么发现呢？是人造卫星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因为大气层的摩擦，它就出现2000多度温度燃烧，这时候它外面包裹了一层等离子体。这个时候不但是雷达没法看不到它，通讯也中断了，通讯也失联，因为里面的电波发不出来，外面电波也进不去，就靠这个，这个是可以隐身的，但是这个是高温等离子体。
我现在不理解低温等离子怎么实现。对，你用什么办法？用电离还是用什么方式？总之你得有一个付出能量的办法来让你周围的空气分子电离。如果能形成这样一个电离层，那么这个层就包裹你这个飞行器，雷达就看不见你了。明白。但是咱们虽然说它不隐身，但是这种战斗机它的就是苏-35它的性能足够强，它主要是近距格斗能力，就是飞机机动性很好，对，所以它根本就不怕别人看见，就正面硬杠它也能打赢，它是这个设计思路。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咱们现在主要看呢，现在谈到的是反隐身技术怎么办。哎，就是我虽然自己不隐身，但是我能不能对抗隐身飞机，这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我们从美国红旗军演的情况看，在红旗军演中战胜过 F-22 的飞机两种，一种 F-18 大黄蜂的 G 咆哮者干扰机，它实际上总是说我不隐身，但是我使劲的干扰你，你的雷达照射我要发射导弹之前，我干扰的你没法发射，最后结果咱俩近距格斗。它还有一型飞机也战胜过 F-22， 是什么呢？欧洲的台风。台风。台风，德国飞行员驾驶的。它是台风的翼尖有两个，翼尖的吊舱，你注意看，它有两个圆柱形的吊舱，那个吊舱干嘛呢？专门干扰的。F-22 的 AM-120 导弹有一个功能叫跟踪干扰源。你不是干扰我们，我专打你那干扰。他用干扰的方式破坏，让你中距超视距空战打不了我，咱俩就近距，近距咱俩一水平。其实要想实现超视距空战，有好多的制约因素的。现在不知道 苏-35有没有这干扰办法，如果有，它有可能。干扰吊舱肯定是能挂，而且再加上它有推力矢量。就是你不一定能保证赢了，但起码双方在一个起点上，咱们拉圈。看谁拉得厉害。而且苏-35它的这种远距离的通讯能力非常强，如果说俄罗斯利用这种米波雷达甚至是米波相控阵雷达对去探测 F-22， 如果能够对它进行持续的攻击，甚至有这种数据的连通能力，其实苏-35不一定要看到 F-22， 对它的队友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对的思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战场信息系统的支援下提供 F-22 的远方情报，只要你足够精确发射远程导弹，前期不必精确瞄准，按指令飞行就行了。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我弹是主动雷达弹，打开我的雷达搜索到你，你隐身目标不是看不见，只是看得近，只要你进入我的不可逃逸区，我这个导弹一样要击落你这个隐身飞机。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信息对抗的角度讲，你虽然用隐身能力减弱了我这个导弹载机的雷达探测距离，但是你不可能干扰我全部的地面雷达。对，这现在都不可能干扰我的全部的预警机的雷达，我也有一定的反隐身技术。所以说苏-35看来这款飞机它是用充分发挥自己原型机的这种空战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挖它的潜力。它甚至我们看到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它在叙利亚的时候他发了一张苏-35的照片，照的就是 F-22， 而且照的很清楚。按照那个照法，如果是在瞄准具上那样照的，跟你雷达反射面没关系，你只要有几何尺寸就行。俄罗斯飞行员啊，确实头脑特别聪明。其实，这个光学或者说红外系统的探测距离很近，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方式呢？守株待兔。F-22我不一定能够看到，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没有完整的防空或者预警体系，你想要对整个的叙利亚的全境想要跟踪隐形战斗机难度很大。结果这个俄罗斯的飞行员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我盯着你的 KC-135 加油机，在这守株待兔。F-22再厉害，是需要到那儿去加油的。结果把这个 F-22生生的给等来了，逮了一个正着。等来之后，就是一直咬着它。这个 F-22的机动性能确实不如苏-35，一直是咬在它的这种进攻的位置，拍了好多照片。战场上环境不就这样？我只要保证这块区域安全就可以了。对，所以守株待兔的办法我就是可以用的。隐身飞机一个薄弱环境就是你长途奔袭，到了该加油的时候你必须加油。对，不加油你回不去了，因为它是从那个迪拜那边起飞。起飞一直飞到伊拉克，飞到这叙利亚那边去，这个航程相当远。我逮不住你隐身飞机，我逮你个
加油机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对对对，然后我就等在那附近，你一来加油我就逮住你，光学就不丢，始终不丢。这起码是告诉我们一条什么，就是雷达波你可能隐身了，红外你隐不了，或者说就那么好了，光学更跑不了。对，所以它这条是也是一种反隐身来争夺这个咱们说和隐身飞机对抗的时候主动权，这也是一招。嗯，那苏三五其实它对 F-22 是有它的一套独特办法的，就是从这儿咱们也能看得出来，不管是什么装备，看来这个有矛有盾，有矛就有盾。它虽然是个永恒主题，但是当敌人的矛来了，我们怎么防？所以说搞一个装备，它不仅仅拼的是技术，换句话说，技术即便非常先进了，也不一定能打得了胜仗，所以怎么把这些技术都给它集中的综合的利用起来。对，而且有针对性的对付敌人的一些杀手锏，或者你的这招我给你破掉。对，你有可能在反隐身的这个空战当中能够取得主动。所以说苏三五它在和 F-22 的这个比较当中啊，它能够取得一些优势，其实并不是技术的胜利，其实可以说是另一种的设计思想、设计理念综合的这种思路。对，它有突破，集中了苏霍伊设计局最高实用技术成就于一身的苏三五战斗机，很有可能是苏27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由于在升级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四代战机的技术和理念，苏三五战斗机比第三代战斗机都要表现出更强的综合作战效能。苏三五战斗机将为俄罗斯航空工业带来更有利的发展前景。